太极拳啊。刚才那个太极拳是我们武当太极拳现在推广的一个套路，它是从我们最古老的武当太极拳108式里面简化出来的。它的这个动作它只要28式，它简化了很多重复的动作啊，和一些或许过去自己觉得那个动作不是很完美的动作，给简化了一些，短了很多。庙里面他有师傅教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太极拳都是这一套啊。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三峰派的，加上这个拳是张三丰祖师所创的，所以我们都习惯的把它叫那个三峰太极拳。我们目前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培训分成几块，一就是积极继续，我有训练他，比如说太极拳的以静制动、以柔克刚、以四两拨千斤这些技巧性的东西，我们对他进行训练。第二个，理念上，太极阴阳的这对这个文化的理解。